这个由15个政府机关、26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勘察队，在公路局规划处副处长林永德率领和山包带领之下，今天上午从山地雾台乡出发。他们每个人全副登山的装备，分路线、路基和经济资源调查等组，在山道上从事艰苦的踏勘工作。踏勘的路线分成甲、乙两条线，甲线全长87.81公里，乙线81公里，预定在这个月的中旬。